走呗，我去买瓶水，你先走吧。啊，哦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学长，这么巧啊？对，你吃饭了吗？我没吃呢。我请你吧。 你请我，来，你站我前面，你先选。好，给，谢谢。你不吃吗？ 我饱了。哦，减肥啊？不爱吃？也不是。嗯，也对。这个时间段来食堂已经没什么好吃的了。你都是这么晚来吗？差不多，有的时候会比这再晚一点。行，那我以后也晚点来。明天不用那么晚。 我后面几天都要出差。嗯。你在跟我报备吗？你想多了。多吃点。嗯。哦。嗯，坐吧。 项目呢？项目进展的还顺利吗？来来来，先喝口茶。先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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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
小茹，你那个文案还得改一下，节目部的人就是要看呢。